当你老了，头发白了，睡意昏沉。当你老了，走不动了，炉火旁打盹，回忆青春。多少人曾爱你青春欢畅的时辰，爱慕你的美丽，假意或真心。只有一个人还爱你虔诚的灵魂，爱你苍老的脸上的皱纹。当你老了，眼眉低垂，灯火昏黄不定，风吹过来，你的消息，这就是我心里的歌。多少人曾爱你青春欢畅的时辰，爱慕你的美丽，假意或真心。只有一个人还爱你虔诚的灵魂，爱你苍老的脸上的皱纹。当我老了，我真希望这首歌是唱给你的。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光临大伟吉他教室。本节课我们来共同分享一首来自赵照的一首歌曲，是《当你老了》。那么这首歌呢，也是充满了非常浓厚的人文感情这种气息啊。那么这首歌呢，原曲是 D 调的，在这里边我们选用的是C 调的指法，我们用到了变调夹，夹到二品。那么原曲呢也是是选用的 C 调的指法去演奏的。好的，那么大家一起来跟我进入前奏的环节。那么这首歌呢是八六拍的啊。第一个和弦就是一个 C 和弦。我们在演奏的时候呢，大家也要注意我们右手的运动规律是这样的，在第一个小节里面，我们所演奏的是，这是右手的运动规律，是 T 一二三二一，然后下一个小节，T 和三同时。这里面有一个旋律音，
然后是下一个小节，是一个 EM 和弦。在这里边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的手指在第三个小节的时候也是 T 和三是同时在动的啊。那么在这两个小节里面呢，还加入了一个跳弦的动作，大家可以从音孔摄像机里边可以看到，是这样的。然后第五个小节，这是这个小节。那么第六个小节是这样的，在第六个小节里面呢，还是会有一个旋律音，发咪。在弹到咪的时候呢，我们是用食指，然后松开下边，然后我们的食指在按到六弦一品的时候，这个是保持的音，根音是不动的。在这里面也会有一个跳弦，然后下面是一个G和弦。我们整体的整首歌的运动规律就是右手的这种音型。好的，那么我们可以把这八个小节来练习一下，走一下。这是前八个小节。然后呢，我们在编配的过程当中，把原曲当中的，就是第七小节，给做了一个，用这样的一个指法去演奏。那么在原曲当中呢，是这样的，它是 F 后面，后面它是接了这个 G 和弦，在这里边呢，有必要为大家说一下。从这个 F 走到这个 G 它没有一个共同音，而且是平行向上的，所以说是不太符合编配的标准。然后呢，我们在这里边把它改作用这个 G 和弦去演奏，那么可以走到下一个和弦了，然后还是一个 C 和弦，跟前面的差不多，然后还是 EM。下一个 F， 然后下一个是 G， 然后是一个 C 和弦。我们在这个最后一个小节的前奏结束的最后一个小节，是同时弹响的下面的两根弦，这样的。同时弹响一弦和二弦，然后这是前奏的部分就已经结束了。然后我们可以进入到了主歌的部分。主歌的部分第一句是一个 C 和弦，同样还是会有一个旋律的音，是这样的。然后下一个和弦是一个 EM 和弦，前面前奏的 EM 和弦是右手的弹法是不一样的，少了一个同时进行。那么我们可以把这两句来连起来。当你老了，头发白了，是这样的。然后下一句是一个 F，在这个 F 的按法上呢，就没有像前奏的那个旋律音了。然后下一个小节是个 G 和弦，
们可以把这两句来连起来。谁昏沉，是这样的。好的，那么然后是下面的第25小节啊，也是和前面主歌部分是一样的啊，它就是反复的一个小段落，但是在这里边啊，歌词不一样，我们把它做另一个也就是主歌部分的第二个小乐段啊。好，我们可以再演奏8个小节，然后我们可以加入演唱的部分，先演奏8个小节。演唱的部分。当你老了，走不动了，炉火旁打盹，回忆青春啊，是这样的。然后我们就进入到了副歌的部分。那么在副歌之前呢，他用的这个 G 和弦用到了 G7和弦。那么在这里边呢，在编配的过程当中我们依然还是没有用到 G7。然后呢，在下一个小节原曲当中是用到了6级和弦，就是 AM 和弦。那么在这里边呢，我们把它编配成一个 F 和弦，是为了和下面能起到一个承前启后的一个作用。再一个是它后面用到了C7，如果 C7 这个和弦呢，它是如果在这里边出现的话 ，C7 是为了4级就是 F 做准备的这个一个和弦。那么在这里边呢，它原曲当中它是用到了 C7， 然后接到了一个 AM， 就是从1级大7和弦接到了6级和弦，在这里边是编配上是非常不好听的。然后呢，我们是通过这个 C7 和弦接到了 F 和弦是这样的。然后我们可以把副歌的部分可以先演奏一下，副歌部分先演奏前4个小节D M 和弦D M 七和弦以及 C 和弦。好的，我们可以加入演唱的部分。多少人曾爱你青春欢畅的时分是这样的。然后下面的4个小节是一个 D M 七和弦，然后是一个G 和弦，然后是一个 C 和弦再加上一个 C7。好，我们可以演奏一下。在演奏 C7 的时候我们会有一个同时奏响5弦和1弦是这样的。然后我们可以加入演唱的部分，先来一下。爱梦里的美丽假意或真心那么后面的部分呢和前面的副歌部分也是一样的。只有一个人还爱你虔诚的灵魂然后下面爱你苍老的脸上的皱纹然后我们可以把副歌后面的第2句来一下。只有一个人还爱你虔诚的灵魂，爱你苍老的脸上的皱纹是这样。然后我们就再一次的进入到了主歌部分但是歌词不一样，后面还是把它分开了走入第1个小房子里面。
当你老了，会一眼滴水。啊，是这样的。然后下一句，灯火黄昏。然后接下来下面一句就变成了一个 gap 和减号，然后是一个 em 和减，然后接下来是一个 f， 然后是一个 g 和减，然后是一个 c 和减。好，我们可以把这几个小节来连起来走一下。啊，从 M 和弦这个地方开始。风吹过来，你的消息，这就是我心底的歌。好的，那么这样呢就结束了前奏、主歌、副歌、主歌的部分。那么接下来我们将看到一个反复记号反复到前面的前奏部分。在间奏的时候呢和前奏的部分是一样所以我们就直接反复到前面了。在这里边呢前面的部分就不再细讲了。在演奏完这个间奏的时候，我们将进入到副歌的部分。多少人曾爱你青春欢畅的时辰在进入到这里的时候我们就一直向下走走到你苍老的脸上的皱纹在这里的时候呢我们将跳过一房子进入到二房子里面。当我老了进入到这里，然后我们可以看一下二房子里面的内容。首先是一个 AM， 然后是一个 EM， 然后是一个 F， 然后是一个 G， 然后是一个 C。好了，我们可以把最后这一句来演奏演唱一下。当我老了，这个地方。当我老了，我最希望这首歌是唱给你的。好的，这是最后一句就已经完成了，然后进入到了尾奏的部分。尾奏的部分呢跟前面的前奏的部分内容还是差不多我们可以先试着先走八个小节。首先是一个 C 和弦，然后 EM， 然后是 F， 然后是 G， 这是前面的八个小节，然后我们可以走入下面的八个小节，是这样的，先是一个 C。然后是 F， 然后是 G， 接下来是一个 C。我们在最后一个小节的时候会有一个 C 和弦的向下的一个趴音。那么这样呢就已经结束了这首歌曲。那么也非常感谢大家能够与我共同分享这首歌曲《当你老了》非常感谢大家光临大伟吉他教室，非常感谢你们。好了，再见。